就把镜头交给比林。好，比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也是比林。今天 Coco 在 JMV 课程里面的习题小分在 Location 顺利的结束了。今天来了非常非常多人，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吃了什么。我们今天吃了大卫的水蜜桃塔口味洋芋片，还有不吃墨的草莓蛋糕洋芋片。非常的恐怖，希望大家不要尝试。那我分享一下画面。今天看到画面吗？还是里面不是很确定？好像可以，你先继续，应该可以。好，今天参与的人感谢你说阿丽、蝴蝶、Sammy、GGN、冰轮、Alpha、Lucian 还有小谢，大家都一起来参加，就是 Coffee 的黑客松。没办法看到吗？有分享到后面没有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做出来了，不是今天才做出来，之前做出来的。现在如果在网站上面选择已回应的讯息的话，除了可以直接找对，怎么了吗？画面是对的，除了最近问过的，还有最近回应的，还有就是最多的。那个，这个是那个。YouTube 会那个，会 delay 30秒，所以你不要看这里。哦，好。好。因此，在这个画面上，你现在就可以看到最近回应的讯息有哪些了。同时呢，今天也有非常多的编辑参与，有 Nero 4000A 的那一排，悠言佩奇，还有美国的 MP， 非常谢谢他，还有 Rain， 然后今天来的这么多人，非常非常开心，虽然就是好像。本来以为云端的黑客松人会比较少，但其实意外的人非常非常的多，然后看到大家也都觉得很快乐。好，偶尔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今天非常感谢，就是大家在群组上面的帮忙。对。非常谢谢大家。然后不建议大家吃这个。谢谢大家。